大家好，我叫陆遥。我在上海有一家酒吧叫 The Union Trading Company。Union Trading Company， 我们2016年的时候，得过 DMBA 中国最佳团队。然后我们过去5年都被提名，都上了亚洲50最佳酒吧的榜单之一。OK， So 我们现在已经招不到人了，已经。OK， 如果在座有任何人是有一家酒吧或者一家餐厅 ，OK， 你们都知道你们现在正在缺人 ，All right， 你们在过来滴滴的路上，在过来滴滴路上有个员工刚刚跟你辞职，然后呢，你下个星期五的时候呢，那一天你的发票会用完，然后呢，你的点单机会坏掉 ，OK， 然后在凌晨3点钟的时候，坐在吧台最末尾那个酒吧的一个人会吐到旁边那一桌上面去 ，OK。这个是我们做我们这一行基本上每个周末都会发生的事情。但是当你有个好的团队的时候，你的点单机没法用的那一天，突然之间每个员工从口袋里面掏出了本子，拿出了一支笔，开始记每个人点的单， right？ 当发生这件事情的时候，你的吧台经理会把音乐关掉，然后会站在吧台上面告诉所有的客人今天的服务会比平常的要慢，他会告诉他为什么今天的服务会比平常的要慢，然后吐在另外那一桌上的那个东西，30秒钟就可以帮你清理干净，并且帮你消毒干净 ，OK？ 然后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你作为老板也好，你作为经理也好，你不需要说任何一句话，这件事情已经在他们的 DNA 里面了，已经。OK， 这件事情你不用告诉他们，他们就已经懂得要去做这件事情。当你有一个好的团队的时候，我们能够做到的就是这样子，就是大家在任何的情况之下可以应对任何东西。OK， 然后以我们的做事方式，我相信对我们来讲说叫什么，我们其实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So， 如果大家不知道我的背景的话，叫什么？我从小在休斯顿长大。OK， 我在休斯顿一直工作到大概10年前，然后10年前我搬来了上海，并且我们开了 Union Trading Company。Hi， Wayne。So 在开 Union 之前 ，Union 是7年前开的，那一年我才27岁。OK， 那个时候其实我并不怎么知道怎么去管理酒吧，那个时候我管理酒吧的经验也莫过于就是4年5年的经验罢了。OK， 然后我只知道我刚回来的时候，就是。你告诉别人要去做一件事情，对方要么不做，要么没法做彻底，没法做好。然后呢，你自己搞不懂为什么会是这样子。你跟他说过10000遍了，已经 ，right？ 你跟他说过10000遍了，你跟他做过10000遍了，但是对方还是没有办法做好。然后3个月之后，这个人或者你其他的这些团队的人 ，OK， 为了1000块钱，因为旁边那家酒吧给他一个月工资多了1000块钱。然后他就跟你辞职不干，去那边上班了。OK，Union、okay? 开门的时候，在那个时候，我非常的意识到说，如果这家酒吧要成功，我们的团队就必须要成功，也就代表说，我自己要看我自己说，我是如何带领这个团队的。我以前的做事方式哪里做的不对 ？Union 我们一直跟大家讲说，我们是一个社区酒吧，我们是个社区鸡尾酒吧，也就代表说，对我们来讲说，除了好喝的鸡尾酒以外，更加重要的一个卖点就是我们有一个非常接地气式的服务，可以去服务到我们的客人。但是服务的过程当中，在整个这个东西，其实就是靠你的员工，靠你的团队去做到这一点。OK， so 我后来总结了一下，就是说。特别是在中国这边，如果我们要让我们的团队成功，有几点我们必须要讲到今天 ，OK？ 一点，自信 ，OK？ 自信、责任心、信任 ，OK？ 然后这个责任心是两方面的，员工的责任心跟你自己的责任心 ，OK？ 还有一点，我感觉就是很多人会忽略掉的一点 ，OK？ 就是同理心。Empathy， 用同理心去带领你的团队，你的团队永远不会让你失望。
OK， so， 我先跟大家说一说的，就是一般我们在讲这几个点，我会几个就是几个大的点，你有自信啊、同理心啊等等什么乱七八糟这种东西，我讲话有点天马行空 ，OK， 所以而且我感觉这几样东西是没有办法互相拆开来的，它因为它必须全部都绑在一起 ，OK， 所以我们今天就稍微讲一下这些东西，首先我们说责任心这样东西 ，OK， 我说的责任心不是员工的责任心，哎，不管你有多么希望你的员工会一辈子跟着你，这件事情是不可能的 ，Alright， 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团队，早晚有一天他们会有他们自己的店 ，OK。所以我们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作为领导者，作为他们的 mentor， 作为叫什么这个生意的老板，我们要做到的第一件事情是先接受这一点，你的员工不会跟你一辈子 ，OK。所以当你有办法可以接受到这一点的时候，你会发现。其实你对他们的责任已经不再是说啊叫什么 you know, 每天开档我们要做些什么每天收档我们要做些什么每天这个酒配方应该怎么样子等等等等等等。我们要做的事情远远已经超过这个事情了。因为当你有办法可以接受说他们早晚有一天会离开你的时候你的工作就突然变成了就是他们离开你的时候比来过来找你的时候要更加厉害你的工作变成了当他们有他们自己酒吧的时候他们从你身上学到了一切你有办法可以教到他们的东西并且他们的酒吧有办法可以成功 OK 这个是我们对我们员工的一份责任 OK 我们在 union 的时候每当我们开会我们每周都会开会 ，OK。每当我们开会的时候，我们会告诉员工我们酒吧里面做的一切事情 ，OK。我们会给他们看财务报表 ，Alright。他们会必须要懂得怎么去读财务报表，因为以后早晚有一天他们会要去知道这件事情 ，OK。我们会分析过去这一周发生的一切问题 ，OK。并且我们会积极的让我们的员工去参与这些问题的解决办法。我们每个星期坐下来开会开的第一件事情 ，OK， 就是我先坐下来，然后我问大家说，过去这一周发生了些什么 ？OK， 大到小，大到有客人打架了，小到有个客人点单，然后这个出来的酒不是他点的那杯酒 ，OK， 我们会把这些东西全部都讲出来，然后我们一旦讲出来了之后，我会往后面一坐，然后跟他们讲说，所以。我们酒出错了那天晚上我们应该干嘛然后你就往后一坐 OK 然后你会发现几个员工开始一个人开始说啊我感觉 you know 我们的点单叫什么流程可以更加那个一点然后另外一个人讲说啊我其实吧点单流程我感觉是这样子 OK 然后接下去你的十个员工立刻自己之间开始讨论说我们怎么去解决这件事情他们会帮你想办法出来，只要你能够有办法可以信任他们 ，OK。而且我告诉你，这十个人之间想出来的办法，永远会比我想出来的办法要好。其实，他们一旦想出了办法之后，好，接下去我们制定下一个步骤，就是说，好，你们十个人决定，我们要以后用这个办法来做事，我们怎么具体去做它。并且还有另外一点要告诉他们说如果这个办法因为这个办法是你们想出来的 OK 也就代表说你们以后没有任何理由可以搞砸这件事情因为这个是你们自己想出来的事情、right? 所以当我们在开这样子的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是在让这些员工参与到你直接的管理里面去因为我们都知道说有朝一日我们有我们自己酒吧的时候我们最大的工作其实不是我们最大的工作不是在吧台后面做酒我们的最大的工作不是在外面跟客人喝酒我们最大的工作其实是做决定做决定是我们最大的那一份工作所以当你有办法可以在你有这个机会的时候开始培养你的团队去做决定的时候这个对他们未来是非常非常好的培训 OK 这是第一点
另外一点，自信这样东西。Now， 我虽然从小在美国长大 ，OK， 但是我父母都是上海人，然后我的背景其实也都是一个非常非常传统中国家庭背景 ，OK， 因亚洲父母跟孩子相处的方式，跟我们在电视剧看到 ，you know， 很多美国人跟他们孩子相处方式是不一样的 ，right？You know， 我们从小到大，我不知道你们在座多少人是怎么样子。我从小到大，我父母从来没有告诉跟我说过一句说哦我爱你这句话 ，right？You know， 我父母从来没有跟我讲过说啊你这件事情做得好，对不对 ？right？ 中国式教育一直就是。大部分人，我不能说你们所有人 ，OK， 我不想到时候你们回头讲说，你知道我一竿打翻一个船之类的这种话，哎，但是就是因为大部分我们长大的背景其实就是，你考试考了95分 ，right？ 不是说哦好厉害，你考了95分，更加多的是你另外那5分去哪里了 ，right？ 啊，我考了全班第5名，那他妈你为什么不是考全班第1名 ，right？旁边家孩子怎么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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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旁边家那个，你看那个小王多努力，多努力，怎样？怎样？怎样？怎样 ？Right？ 就是我们大部分的人，我敢说，我们是在这样子的环境之下长大的。OK， 这样子的环境之下，当然它有利有弊。OK， 但是你得到的是，但是我们从一个员工的角度上来讲说，我们所得到的员工就是。他们很多人从小到大一辈子，不管是他们的父母也好，还是他们的老师们也好。没有多少人告诉过他们，他们做事情是 OK 的。他们做错事情会被骂、会被打、会被骂，但是他们做对的事情，没有人会告诉你做对的事情，只会告诉你讲说你这个事情做得不够好，你下次再继续努力。OK， now 这个可能在某一些行业里面管用 ，All right， 特别是一些某些需要更加有针对性的一些行业 ，OK， 就是说。事情只有这一个解决办法，而且只有这一种方式可以去解决这个办法。服务行业不是如此 ，OK？ 服务行业我们每一天针对的是人，而天底下的人各种各样、各种性格、各种原因来你的酒吧 ，Right？ 我一直说的一句话就是说，很多人会有不同的原因来酒吧 ，Right？ 来，就什么？有些人是来庆祝来的，你过生日，你。升职了，你结婚了，你的周年庆等等等等，或者也有同样一批完全反过来原因过来的人，你 know， 你离婚了，你分手了，你下岗了，你考试没考好，等等等等，也有这样子的原因 ，OK， 但是他们其实想要的东西都是一样的，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当他们离开酒吧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开心。这个是每一个人都想要的一样东西，不管是酒吧也好，餐厅也好。OK， 而开心快乐这种感觉，不是说我给你一杯 Old Fashion， 你就有办法可以这样子。OK， 全上海没有个酒吧不懂怎么做 Old Fashion， 全上海没有个酒吧不懂怎么做 Martini 或者曼哈顿。OK， 这些东西不是点，真正能够让人快乐的，真正能够让人激励鼓舞起来的，是其他的人。我们人类就是这样子 ，You know， 我们就是个群居动物。我们需要靠其他人的能量去做到这一点，而这个就是我们调酒师很大的一份工作 ，OK， 就是有办法可以去用正能量去感染到其他人，让我们面前的客人可以更加开心快乐，而这个东西需要非常多的自信在里面，所以为了能够培养这一点，我们 Union 会做几步 ，OK， 首先第一点，如果你们没有发现的话，哎，我还好吧，就你们没有发现的话，我们酒吧是没有制服的。OK， 我们酒吧除了我不知道你们有多少人去过 Union 吗 ？OK， 5个人6个人，那种就你们如果来过 Union， 就是我们唯一的制服就是我们的那一件那个牛仔布的那个围裙 ，OK， 那是我们唯一的制服。然后一开始酒吧刚开的时候，我还在想说啊，我们稍微大概定制一个你该穿什么样子衣服，所以我们就讲说你要穿衬衫。you know， 你必须要穿长裤，然后现在随着时间慢慢长了，我看的时间少了，穿什么的都有 ，OK， and that's OK， 对于我来讲说 that's OK， you know， 因为当这是其实是很微不足道的一个点，但是当你给他们自己去选择他们每天要过来穿什么东西的权利的时候，你其实在变相在给他们自信，
因为他们会出门的时候，当然你要告诉他们讲说 你不要披头散发，你不要不刷牙之类这样子的东西，但是就是 在我们所谓的 common sense 的这个概念里面，当我有办法可以每天醒过来照着镜子穿着我自己今天想要穿的衣服出来的时候， OK， 我有办法为我自己的仪容感到自豪，自豪这个东西是增加自信的， OK， 这是第一点。另外一点，我们那边一直非常非常坚持一件事情，就是说无论大家做对了什么事情， OK， 我们都会告诉对方说，不管这个事情有多大或者有多小，我们都会告诉他们讲说你做得不错， Good job， OK。当然不是说什么啊，you know，叫什么，因为你今天这个酒出对了，然后我们给你买个大蛋糕，然后叫他出去唱歌。OK， 不是这么一回事情。All right， 但就很简单，就是你走到他们背后，拍下他们肩，就跟他们讲说，哎，叫什么前面那件事情 ，Good job，That's it。再小的事情也不过也要做这件事情。因为我们可以会想说，哇，你做对这个事情不是理所应当的吗？对不对 ？Right， like you know， 就是我们他妈的每个月付你。这个工资不就是要你做这个事情吗？这个东西有什么好多夸奖的呢？是没错，但是我要再问你们一下说，就是我们花钱付别人做的这个事情，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到呢？有多少人真正能够做对呢？有多少人真正在你不需要你去监管他的情况下，有办法可以做到你想要的那个标准？所以他们做的任何事情都值得被夸奖， OK， 因为他们会知道说我做这个事情是按照这个标准做的，而且我被看到了，我被看到了，我的同事们，我的老板，他们知道我这个事情做对了，这个会给他们带来自信，给他们带来鼓励， OK。 另外一个点，逻辑跟原因， OK，我们每当在有一个新人过来给他们做培训的时候，我们从来不会只告诉他们讲说啊，你要把这些事情给做了 ，OK， 而是我们会花非常多的时间，非常多的精力，去跟他解释说你为什么要去做这件事情 ，OK， 你刷马桶的时候为什么要逆时针而不是顺时针 ，OK， 就小到这样子的事情，我们都会解释给他们听。因为当他们有办法可以明白这个后面的道理的时候，而且我们的道理永远是掺杂的团队在里面的，我们会永远告诉他们讲说，如果这件事情你没有办法做到这样子的话，会给这个团队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会给这个团队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然后当你有办法可以让他们理解一件事情是为什么要这样去做，而不是只是你告诉他去做的时候，他们思考这件事情的时候，他们的思维形态就不一样了， OK， 这件事情不再是变了你为什么要做这件事情啊，老板，因为老板要我做这件事情，而是说如果我不做这件事情会给这个店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会给这个团队带来什么样子的影响。而当他们明白他们做事情背后的原因的时候，并且知道说他们如果不做这件事情后面会得到的结果的时候，一切就变得可预计可预料了。而可预计可预料的东西是可以给别人带来自信的， OK。 那么我们说这样子的团队，这样子的员工，我们从哪里找， right？ 我们对于我们来讲说想来 union 上班，我们是一个卡得非常非常紧的一件事情， OK。 因为对于我们来讲说你懂不懂做酒对我来说不重要， OK。做酒这个东西是个熟能生巧的活， right？ 如果我给我妈 我让我妈去调一杯 martini， 我每一天让她给我调十杯出来，三个月之后你感觉她的 martini 会好喝吗？ Yeah， it's gonna be okay， it's gonna be okay。 但是如果我把它放在那里，然后这边那个客人他刚坐下来，他没有酒单，那个客人刚坐下来，那个客人马上要走了，他还没给他买单，那个客人要发票，这个客人要跟你点三杯酒，三杯酒里面只出了两杯酒，然后我要你把所有这些事情在两分钟之内解决掉，我妈做不到这一点 ，OK？
我们永远是按照他们的性格去雇佣他们，我们会问他们一系列的问题，这些问题跟任何技术，什么你懂多少 whisky， you know， 就什么 you know， 这个牌子哪里来的， we don't care， 我不在乎这一点， OK， 更加多的就是我们会去理解说你为什么离开你上，你为什么去离开你上一家店，你为什么想来这边上班，上海那么多酒吧，你为什么想来这边上班。然后还有最最关键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聘用你。当你来问这些问题的过程当中，你就会有办法知道说他的三观在哪里，什么东西对他比较来说比较重要。 OK， 他说我离开上一家酒吧，是因为叫什么，你的我嫌工资低了。 Well， 你来我们酒吧你的工资也高不到哪里去。 OK， 我离开上一家酒吧是因为叫什么，我感觉那边的同事很讨厌，那边的老板很讨厌，等等等等等等。 Well， 这样子的人说句老实话，我们也不会去雇，因为如果你要把你对前一个雇主的记仇带到你现在这个工作里面去的时候，你在这边开始难过生气只是早晚的事情。 OK， 所以我们会经过一层一层筛选，这样这些问题下来之后，我们会接下去，我们会让我们的员会让这个新的来的人在我们店试工。OK， 试工不需要他做什么事情，不需要他做任何酒，甚至都不需要他跟客人讲话。OK， 他只要帮我们擦杯子就可以了，仅此而已，仅此而已。OK， 他帮我们做 barback， 这里面有几个原因，一个原因是他帮我们做 barback 的时候 ，barback 这个工作，我不知道在餐厅里面 barback 应该是什么，大概就是个 runner 吧，大概就是 right。是可以了解这个酒吧构造东西放在哪里最快的一个方式， OK。 但另外一点就是任何的员工任何的调酒师到最后他们需要什么的时候，他们都会去找 barback 去帮他们的忙，所以你有办法可以看见他跟员工之间的交流。然后三天的试工结束之后，他们是去是留，我会让我的员工来决定， OK。他们面试是否通过我来决定，但是他们最终是否在这里上班我会让我的团队来决定。我们会坐下来开个会，我们会讲说 OK， 我们过去两个星期三个人试工， OK， 你们想要跟谁上班。当他们有这个权利去选择他们想跟谁一起工作的时候，你再给他们增加自信，而且你再让他们培养一个更加客观的方式去看待他们身边的同事，他们希望是什么样子的人， OK， 这样子你可以营造一个更加强大的团队，因为每进这个团队的每一个人都是大家想要进的人，而进去的那个人他会被知道说他是这个团队他们想要的人。你会融合，你会打造一个更加叫什么融合的一个团队， right。 另外一个点，Union 刚开业的那两年非常非常围绕着 you know， 我自己，任何我们的什么宣传啊乱七八糟之类的这种东西永远都是我的照片，然后任何那种出去做活动都是我代表我们酒吧去做活动等等等等之类这样子的东西，很其实到后面形成了一个很不好的一个气氛，就变成怎么样子，就是说太多人来酒吧只是为了找我或者找某一个人， OK， 这个东西就造成两个非常非常大的问题。一就变成了就是说首先我走不开，就是如果我那天不上班，那天我累到死然后我想休息了，我们不开门了吗， right。 还有另外一点就是说我发现身边的员工，我身边的团队，他们没有办法去成长，因为一切都太依赖着我或者太依赖着另外一个人， OK。 所以在那个时候，在过了两年之后，那个时候我记得，我相信任何一个开业的人我们都有这个经历， OK， 就是连续工作两个月， right， 连续工作两个月， you know， 我在酒吧的二楼都不知道已经睡过多少次了已经， OK， 连续工作两个月，聊两个月过后，You know， 你可以在两个月之前跟你讲说啊， you know， 我的 passion， 我的激情，我的怎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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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保证你两个月不停的让你上班，然后睡在酒吧里面的时候， OK， 你不想干了，你自己都不想干了。当你自己都不想干的时候，你怎么去指望你的团队有办法可以去跟着你，对不对？ Right？
所以那个时候我们就做了一个决定，就是说我慢慢慢慢的退出来。我慢慢退出来是什么意思？就是我们开始做了我们之前做的那些东西，就是我们开始慢慢的让我的团队去做决定。OK， 我让我的团队去参与我们的会议，无论是财务会议也好，还是任何会议也好。OK， 我们让我们的团队去掌管他们自己的培训。你会发现一个很有趣的一件事情，当你开始这样做的时候，团队的效率比你自己一个人讲出来的东西提高了非常多，团队的紧密性更加的紧密。 OK， 团队更加自信了，因为他们知道说我会帮他们撑腰，他们知道说他们做任何决定，无论这个决定是对的还是错的，他们如果做了一个对的决定，我会告诉他们 Good job， 你做了一个对的决定。如果他们做了一个错的决定， OK， 我先会劈头盖脸骂他们一顿，然后我告诉他们讲说 Look， it's OK， 因为我们不要说仅限于因为我们为了只是去做一个对的决定而不去做一个其实更加好的决定。OK， 我们会告诉我们的团队每个人，就是 Look， 我们现在做事方式是这样子的。 OK， 我们有一套 SOP， 我们有一套我们过去几年都在做事一个方式。 OK， 如果有任何你感觉我们这些 SOP 里面有办法可以比现在做得好的，告诉我们。 OK， 告诉我们，我们可以试一试。 Right， 可能未来这一个星期我们会发现这个决定无敌糟糕，但是可能过了一个星期之后，你发现他们做出来的事情其实就是比你想说的事情要做得要好。 OK， 最后一点就是同理心这样的东西。Look， 我这样说的 Union 是七年前开的， 那年我27岁，所以大家知道说我34了已经今年。叫什么，我在美国上班的时候，其实像我们这些80后的这些调老师，很多以前我们被培训的方式其实就是军事化培训， right？ 就是我们被告知说这件事情要做，这件事情做不到我们就会被骂死。 OK， 或者我们会去说啊，你去扫厕所扫两个月等等等等。 Look， 这一招在现在已经不管用了已经。 OK， 特别是我们现在说的就是90后00后的调老师，这一招已经不管用了。 OK， 你去骂试试看，你去骂我告诉你一个月之后他就走了。OK， 他在这里跟你讲说，叫什么？我想来这边学习，我想来这边学习。你学个屁啊！一个月之后他就滚蛋了。OK， right？ 你没有办法。而且还有一招，就是说，还有一点就是，这样子的培训方式，特别是对于现在的年轻人来讲说，还是回到我们之前讲过的东西，你没有办法，你没有办法给他们增加自信，你没有办法让他们得到认可。OK， 所以这个东西就讲到了同理心这样的东西。OK， 我对同理心这样东西非常非常的注重， empathy。 什么叫同理心？同理心就是我有办法可以感受到你感受的东西，这个就是同理心。我不一定需要同意你感受的东西，但是我能够感觉得到，并且我能够理解你为什么是这样想的，或者你为什么这样子做的。还是那句话，我不一定需要同意，但是我可以理解。 OK， 我们对待我们的员工很多时候就是想到就是说他们就是员工，我们付他们钱，他们就应该替我们做事情，对吧？ Right？ 但是有的时候，更加多的时候，我们需要去仔细想一想说他们为什么想来这边上班，他们为什么想要跟着你上班，你算什么，你凭什么，对不对？他们为什么要跟你来上班？ Right？ 像我说的，天底下所有地方都在缺人，而且我相信天底下有开的工资比我们高的地方多了去了，但是他们为什么想要跟你来上班？因为他们自己有他们自己的梦想，因为他们有朝一日他们想要有自己的店，对不对？ Right？ 或者他们可能不想要他们自己的店，他们有可能想去一个品牌去做一个品牌大使，他们可能会想做一个餐饮顾问，等等等等。没有任何这些原因是错的原因， OK？ 只是我们去应对这样子的员工的方式是不一样的。每当员工过来的时候，我们永远会问他们，就是说你未来希望你干嘛？ OK， 然后这个问题很好玩的一点就是说，因为他们在面试，他们
很多时候不敢跟你说，你知道吗？他们就会希望跟你讲说，哇，我希望五年后还在继续在这边学习，you know, 怎样怎样怎样，就是让你感觉到好像说我他妈跟你一辈子的 ，OK？ 这首先你知道这是屁话。我们会让他们把这个屁话先说掉，然后把这东西撇在一边，然后就问他们，你到底想要干嘛？你以后到底想要干嘛？对不对？我相信你不会一辈子想在 Union Trading Company 做调试，你以后到底想要干嘛？他们会告诉你说他们想要干嘛。OK， 你有听到最多就是，我想回我的老家开一家店，等等等等，就说好 ，OK fine， 如果你想开一家店的话，我知道怎么去培训你了。因为如果你去开一家店的话，你需要知道这些知识，你需要有办法可以去做这些决定。OK， you know， 我们因材施教、因人而异的这个培训方式，是在告诉我们员工说，他们每个人的需要、他们每个人的梦想，对于我们来讲说是同样重要的。还是那句话，我们已经接受了这一点，他们不会一辈子。每个在Union上班的人的第一天，你来的第一天，我们就把我们的130个配方给你。OK， 你读得懂读不懂，这是你自己的事情，但是我们就会直接丢给你。OK， you know， 我知道有些酒吧什么啊，你在这边你必须要有切冰块切一年，然后有 切了冰块一年之后，然后你才能做金汤力这样东西。OK， 所以我告诉你，这样中酒吧已经不存在了。Alright。You know， 我不管有谁在告诉你说我们还在做件这种酒吧不存在了，在日本都不存在了这样子的酒吧 ，OK？ 就是你藏着掖着干什么呢？对不对？你会想说 ，Well no， 这个人如果过来 ，You know， 就只是为了拿配方，拿了配方之后，然后就什么就滚蛋了怎么办 ？Who cares？ Who cares？ Who cares？ 他可以跟你做出一模一样的酒出来，但是他最终不是你。Right? You know, 你难道就对自己的能力不自信到因为有其他人跟你做同样的东西你就感觉完了你的生意被抢光了吗 No， 你来的第一天我们就把所有东西都给你然后就说 OK fine 以后我们讲的就是这些东西了 Right? 给他们信任给他们同理心给他们自信 OK? You know, 这个东西绕到前面我之前说一句话里面就是说客人来酒吧他们想要的东西都是希望说他们离开你酒吧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开心。我真心希望说在座所有人未来不管是你现在有一家酒吧也好还是你未来会有一家你自己的酒吧咖啡店餐厅也好 OK 你的员工也可以离开的时候比进来的时候要厉害。Alright， 谢谢大家。